生壳化名人侯炫。这些卡哇伊的名人头像原料可都是花生哦。美国俄亥俄州一位艺术家用花生壳当画纸，他先找出与名人脸型相似的花生壳，剥壳取出花生米后再粘回完整形状，才会出这些卡哇伊的画作，真是太有创意了。小小一颗花生可卖得9000至15000元台币的高价。超炫的报道。